你现在有女朋友吗？还没有。我朋友他会准时的跟我说生日快乐，然后亲手做一些巧克力或是饼干给我吃，是蛮感动的啦。不过男生就会稍微矜一点嘛，很谢谢你或者是很喜欢你这种心意，其实你有点不好意思。对，我其实可以感觉出来，他有一些比较不好的情绪他会藏起来，但是我不是因为你好的那一面喜欢你，我是因为就是你有坏的那一面，然后我也愿意陪你撑过那些坏的事情，把想为对方做的事当做礼物。赖礼物，及时礼到心里。